经教最好学一样，我们学专家不学通家，通家程度都不够深，一门深入。你像海鲜，这个海鲜老和尚他念佛的一门深入，圆音法师一部楞严一生大概讲了有100遍，都是一门。现在老和尚都走了，大乘新教后继无人，你们如果发现三宝加持会有成就。这个心不能退转，怎么样的困难都要坚持下去，一门深入。从背诵经典开始，我学楞严就背楞严，学无量寿就背无量寿经，啊，学金刚般若就背金刚般若，从背下手，啊，背熟之后看出去，啊，古人的注解太深，现代人的注解要选择，啊，他是不是真的有成就？古人是很可靠，但是留下来文言文能靠得住。慢慢的来，今天要地球安定和谐，除了认真的发扬宗教教育之外，没第二条路可走。宗教里头特别强调因果教育，宗教教育在欧洲发展不困难，欧洲的社会需要，所以真的有好老师，学习的人会很多。利用现在的科技传播，影响会很大。真正法，就是这些。世界乱成这个样子，谁来救？求人不如求自己，求人难，发现自己错，从我开始。每个宗教的经典都好，我们看到了，我们编这个一套装出来，外国人很喜欢。大家多听多读多学习，妄想少了，杂念少了，这个社会就有救了。中国老祖宗
对得起后代子孙，没话说的。怎么后代子孙对不起老祖宗？这里面两个原因，一个原因是中国好东西没有人承传，我们为这个事情担心，我们不懂文言文，不懂汉字，典籍在看不懂，所以要努力认真学习。我想出个方法，办补习班，要训练一批补习班的老师，我们的要求有45斤的基础，看得懂全书之要，社会就有救了。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去帮助小孩下一代，他们能够补足这个功课，能够认真好好学习，中国就有救了，世界有救了。下一代我们如果疏忽了，我们真的对不起祖宗，对不起祖国。好好的学经教，学一部，一部学好了之后再学第二部，不能同时学两部，把我们的精力集中在一部，从背诵开始，先能够背，然后能够看注解，多看一些，背得很熟就能讲，讲经的人越多越好。要努力啊，认真学习，报佛恩，这真报佛恩，佛菩萨会加持，没有加持困难，你有真心的加持就不难。学讲经诀窍就是听经佛讲，我听老师讲经，第二天自己把老师所讲的重复讲一遍，进步就很快。现在国际发达，这一部经可以重复听几遍，你把它录下来听几遍，以前没有这个工具，完全靠自己记忆，你记不住就没办法。所以现在比从前容易，真正发现的人都会有成就。
报上。